我的西瓜，挖的挖的是来自里内二轮的香瓜。是桶的香蕉，快逼近脸盆大的锉边，沿着边缘先放上新鲜西瓜，水果层层叠叠，快堆成一座小山。一人吃铁定吃不完，得先用大汤勺再挖到小碗细细品尝。老板坚持放的只能是在地水果。那农场在采收，它成熟的保存其实很短，所以我们会推广在地的水果。来搭配我们的冰品，趁夏季限定推出水果冰，用到云林农特产的，还有加上薏仁、红豆、绿豆等配料，画龙点睛的是这样招牌花生酥。你知道花生的原料在哪里？就是在我们云林，所以我们用的花生是我们云林在地的花生，放在我们家的冰里面吃。它不但不会结冰，而且还会入口即化，酥酥软软，搭配清凉冰品一起吃，花生香气逼人。还有这一摊老板自制减重，加上碎冰慢火熬煮配料，就好像甜点一样。Okay. 因为它本身是原糯米的，所以就是也吃得饱。一口咬下，爽口冰凉，吃完也很有饱足感。小小摊位被挤爆，越热排越多人，一卖就是50年。云林市农业大县，物产丰隆，业者选用当地新鲜水果当主角，加上高温炎热。也让冰品类的买气特别夯。三立新闻刘以德云林报道。